力，手也没有力，就是跟刚才讲的头没有分布完啊，没有分布哦，烧的不完全啊，很多没有烧完全的煤就从这个飞出去了。所以我那天试车哦，出了一个很大的刷火，手到之处都忌讳的，连煮两天哦都起火，试车还没有到大甲的时候哦。我的车上的一个指挥的，我的助手一个副段长就打电话，报告站长，那参谋现在十几台消防车在沿路在救火。啊，我的参谋，那 TPS 我们陆副先生，那个 TPS 我们那个陆副